有一种魄力，探索寰宇，往返天地；有一种激情，敢为人先，有梦不惧。光辉岁月，与国同行。这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回首峥嵘，苍穹无际，但岁月记得。1952年，八校合力，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在这里诞生。40多位海外才俊抱志而归，在这片热土创业兴学。北航人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用双手将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亚洲第一枚探空火箭、中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送上蓝天。半个多世纪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北航始终是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进入985工程，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名单。今日北航拥有学院路校区和沙河校区，确立了顶尖工科、一流理科、精品文科、优势一工的学科建设方针，学科结构不断优化，学科实力持续攀升，国际影响力有效提升。问道山河，草木无言，但大地记得。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这里，教师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今日北航人才济济，20余位两院院士，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上100位优秀科学家齐聚。这里是优秀人才的蓄力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凝聚8方人才。那颗60多年前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参天大树。学校始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探索国际学术前沿，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强化航空航天优势，深化一工交叉融合。15以来，共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7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一等奖14项。从百年梦想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到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的千年圆梦，仿生界面、热电材料、量子测量等高精尖领域的突破，以大国重器铸就使命担当。现在的北航平均每月有一项重要学术发现，每2个月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产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高歌岁月，时光无声，但青春记得。在知识创造中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创造知识，着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成立以学生为本、强化通识教育的北航学院，实施书院制育人，建立满足个性需求、激发内在动力、提升全面发展的培养体系，强化创新创业实践，逢如杯，挑战杯，
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屡获佳绩。在这里，中西文化汇通，传承与创新共融，用信仰赢得青年，赢得祖国的空天未来。春华秋实，六十余载，这里走出了200,000仰望星空的学子。北航，一所有担当、有梦想、有情怀的大学。大国重器的梦想在这里起航，跨越时空的回响在天地往返间谱写了万丈荣耀。培养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这是北航人掷地有声的誓言。空天报国的血脉在沸腾，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将在风起云涌中再铸新的辉煌。今天挺荣幸的，能够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航空，聊一聊飞机。那么今天我的这个主题呢，是探究奥秘，创造飞行。为什么叫创造飞行呢？其实我们在进行飞行器设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我们通过整个的创造，整个的集成制造，让我们的一架飞机飞上蓝天。那么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三个内容。第一，就是聊一聊咱们现在这个航空的一个发展。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聊一聊咱们北航对于航空人才的这种培养体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航空的发展。但未来就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天下。那么我们的航空其实很早很早啊，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叫追天梦，很早我们的时候就会有像神话之中的嫦娥奔月，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真正意义上，到了1903年12月17号，美国的莱特兄弟他们驾驶飞行者一号，那么才第一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就是有动力可控飞行啊，这里面有几个词儿哈，就是有动力的可控制的飞行。那么这样就对我们飞机的长时间的飞行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这也是在20世纪，但大家认为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那么有这么一个基础之后，那么随着后面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我们后面的冷战时期，那么现在的航空器在飞行器这种需求的牵引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主要是通过一战和二战。在一战和二战里面啊，如果大家去看一些以前的电影啊，都会看到其以前的飞机大量的参与了作战，而且是作为了战争中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装备或者武器。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那么后面的飞机就按照一代一代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而每一代他们改变了什么呢？第一，他们改变了发动机。所以一代飞机一代发动机啊，或者反过来说，一代发动机一代飞机啊，在不停的往前推进。第二，他们飞行的速度和高度，那么从第一到第三代在不断的增加。比如说我们三代机啊，像中国的歼十飞机，它就能够飞到26公里高度，2.6倍马赫速啊。什么叫马赫速啊？就一个马赫速就是一倍声音的速度啊，大家在高中学过声音的速度对吧，声速在海平面是340米每秒。那么2.6倍马赫速相当于是2.6倍声速在进一步的飞行。
那么在其基础之上呢，就进一步的发展到了第四代战斗机啊，比如说中国的歼20，美国的 F22、 F35都属于第四代战斗机。那么四代机，那么它的高度和速度比三代机也可能还会有所降低，但它有个更突出的特点啊，它有很强的隐身特性。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四代和三代那么打仗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么四代机有隐身特性，那么三代机你发现不了我，所以我可以优先治理，在你什么都发现不了我的情况下面，然后我超视距攻击200公里以外把你打中。那么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跨代打击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全球都在研发在这个层级上的这个五代机，就下一代的飞行器啊，一会儿会跟大家再去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代要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的一个飞行器，在不停的发展。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航空工业那么也是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尤其是最近的20-30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当然中国从无人机、战斗机、支线客机和我们的运输机都在快速的发展。跟大家讲到有我们的这个歼10啊，包含刚说四代机歼20，那么以及给大家带了一个，这儿能看得见吗？啊，这是我们的舰载机啊，歼15舰载机啊，能看得见哈啊。那么我们的大型客机呢，也在快速的发展，从 ARJ21支线客机到 C919这个大型客机，到目前我们正在研制的 C929双通道宽体客机，那么这些装备都在快速的进展啊，同时也牵引中国工业的快速的这么一个发展。这里还有一张图呢，就是我们中国的飞机谱系。那么从这个谱系里面，大家也能够看到，那么在最近这么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飞机研制密度和研制的产品的高精尖程度，那么都在进一步的增加。那么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同时也是牵引咱们北航这样的学校快速的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有了国家的战略牵引，有了核心的需求，那么你的高校人才的培养，那么才会获得更大的机遇啊。所以这么一些年以来，咱们北航的发展，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是发展的非常不错的。啊，这是基本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航空航天工业它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工业，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那么这种装备它的战略作用，刚跟大家说的有一战、二战大量飞机的投入，那时候飞机占据了非常主要的位置，到现在我们在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军用飞机依然是装备中的核心，而我们的民用飞机是解决我们民用的出行、民用的运输的核心的装备，所以它是被我们定位为咱们的战略性装备。那么在中国制造2025里边，那么也是列为了10个重点领域发展项目之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那么航空器这么一种装备啊，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综合很多的学科，比如说力学，大家在学物理对吧，力学、热学、光学、电学，基本上我们大家能够知道的学科它都会涉及。那么同时它还要涉及到我们工业中的，比如说精密加工、自动控制、计算机等等，都要计算进来。那么这样一种综合的特性，它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这个产品的复杂度是非常高的。第二方面，那么这样一种装备和产品，它能够很好的反向
牵引我们这样基础学科的发展。所以北航在这么一些年以来，我们的基础学科在飞机的牵引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之前应该有老师也给大家去讲过一些这个基础学科的一些基本的内容。而在这样一些发展的背后，那么也涌现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飞机设计总师。所以一定得有一种历史的机遇，才能让你有发展自己潜力的机会。比如说米格系列飞机的创始人米高扬，苏式系列飞机的创始人苏霍伊，把咱们中国的航空之父冯如先生，这都是属于非常伟大的人物。而我们北航也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随着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发展，那么我们也是大师辈出啊，包括我们的以前的院长啊，也校长啊，咱们沈源先生，那么以及刚才大家看到中国发展那么多的飞机，对吧？基本上所有的飞机的研制，北航人都在参与其中，甚至担任总师。比如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刚跟大家举起来看了一下啊，我们的舰载机歼十五的舰载机总师啊，就是孙冲院士。C919的总师啊，吴光辉院士，运20的总师啊，唐长红院士。那么这都是属于在借助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的机遇，那么快速的成长为我们的总师，那么变成了我们的高精尖的这样一种人才。这是一个基本的发展啊。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概论之上，向大家讲一讲，飞机它为什么能飞？如果我们要做一架飞机，它需要什么？那么北航人是怎么去培养这样一种人才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啊，飞机它为什么能飞？为什么在1903年的时候，莱特兄弟做了这么大一个创举？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咱们应该会去玩风筝啊，风筝本身的产生，它的时代是远远在1903年之前的。但风筝能不能为我们今天飞行器做一个这个基础呢？那个还不行啊。我们现在说啊，一个飞行器要真正意义上达到现在航空器的标准，有三点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它能产生升力，这一点我们飞的风筝它是有这个能力的。但第二点，它得有一定的动力。那么有了升力，有了动力，动力可以干嘛呢？可以驱动飞机往前飞，从而产生升力。但这两点还不够，你只是飞的话，我不能控制你，那怎么办呢？所以还得需要有控制。所以这三个方面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动力，大家看到下面这两个动图啊，这个动画的这个图，鼠标在哪儿去了？没事啊，这两个动图啊，它对你就是发动机的工作原理。那么前面左边的就是活塞式发动机，主要是用在我们大家刚刚看到，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就一战、二战的飞机，主要是活塞式发动机。那么现在的我们的飞机大部分采用的是喷气式发动机就是右边的这个，那么它会显得更加的复杂。那么飞机为什么能飞呢？给大家把这个飞行器能看得见吗？但我需要这么翻，大家会看到所有的飞机都会有一个这个我们叫机翼有个叫机翼但如果是说稍微常规一点就叫机翅膀，对吧？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机翼呢？因为飞机在飞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我们叫弓角或者叫引角它会有个倾斜的角度倾斜的角度。那么你看我们的飞机这么看能飞，这是不行的，它会往下掉，对吧？所以呢，它需要有个弓角，在弓角的情况下面，它会有一个力的分量，让飞机产生向上的一个力，那么这就是一个升力。那么怎么能够让飞机一直产生向上
的这么一个力呢，它也得需要给它有个动力推动飞行器往前飞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直产生向上的升力，保持飞机的正常的飞行。而我们经常看飞机的时候发现，如果我把这两个立尾去掉行不行，或者我们把这边还有两个平尾去掉行不行，哎，这两个也是不能够去掉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解决我们第三个要素，叫控制。你比如说我想实现飞机要俯仰啊，就说我要抬头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去偏转啊，你后面刚说这个尾翼啊，我们这几个小的翼面它叫控制面。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啊，就飞机它为什么要飞。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啊，开玩笑说哪怕是一块砖头它也能飞，只要你速度足够高啊，能够控制起来它也是能飞的。这是一个飞机基本的一个飞行原理。好，可以了哈，好的。那么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图纸到实际的飞起来它有多复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么一架飞机的研制啊，它被从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要开展很多的设计和协调的工作。基本上在每一个阶段，这架飞机都要不停的去设计、去优化，然后去比选。比如说，这儿跟大家看到这个飞机，我一开始有一个要求啊，我们要做一款啊，比如说宽体飞机，那么我就会有几种不同的啊，我们叫布局的方式来进行设计。而每一个这个布局的方式呢，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去开展设计的协同，比如我们中国的大飞机啊，是上千人去开展这样的协同，然后形成很多的设计的结果啊，再进行一个优选权衡，就这样不停的迭代，那么最后才会形成我们对应的这个飞机。而在这个过程里边，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学科和专业，比如说包含有我们要有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这一点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讲的是航空器啊，叫飞机，北航呢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是包含航空和航天的。航空和航天它怎么来分呢？航空就是大气层内借助于空气来飞行的飞行器，那么它的主要学科就是空气动力学。而航天就是大气层之外的飞行器，那么它更多依靠的是万有引力，你说要采用轨道动力学，两个学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对飞机而言，除了空气动力学之外呢，我们还要保证它的结构是 OK 的啊，力学，还有就飞行力学，还有飞行控制，刚说的控制对吧，然后我还要里面装很多的设备，所以我需要航空电子啊，需要发动机，需要材料等等。那么这些学科在北航都是由我们不同的学院来进行承担，比如说之前给大家可能有过交流的我们的机械系就处理我们对应的机械结构啊，我们的一系也叫我们的材料学院，那么就是研究飞机的材料啊，四系是研究飞机的发动机，最终我们是要形成一架飞机的完整组合。这个啊，我看一下啊。对，好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片子啊，大家可以通过它去了解一下，那么我们一架飞机它要包含哪些，但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何的一个形式，那么在每个几何的背后都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学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大家刚才看到了，这是一个飞机的透视一个表达。那么其实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其实在我们座位的边上啊，很多的这个内饰的里边就埋上了非常多的管线还有管路，包含在飞机的驾驶舱里面也有很多的航电设备啊。就是回答刚才那句话，飞机是一个很多技术综合的一个高精尖的产品。那北航怎么去瞄准这样一种航空人才体系进行培养呢？那么我这里举一个例啊，这是航空学院针对于这种航空人才的它的一个培养体系。那么主要是分成三部曲，大一的时候先告诉大家飞机有什么用，以及基本的一些学科，比如说我们的数学、我们的物理啊、力学这些学科。那么大二开始要结合飞机理论来进行相关的学习，大三就让大家真正能够动手啊，去设计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那么这大一、大二、大三的课，那么我都在讲授啊，我们也在形成一个联合的教学体系。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那么还有贯穿这个体系里边的实践培养体系。实践培养体系呢，就不只是这个大一、大二、大三了，那么是贯穿到博士的整个培养体系里边。而实践培养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字，学习力、专业力和领导力。在这里面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学习力。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那么很多的知识你必须要在一生里边啊持续的学习，而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些实践的环节，让我们的同学能够形成一些学习的习惯，能够形成学习的动力，能够形成学习的氛围，那么最终受益终身。这里面有两个例子给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咱们北航做了一个冯如三号，刚说我们中国航空之父啊是冯如，那么这个是由咱们冯如书院全部是大一和大二的学生，非常很年轻，他们组成的团队研发的长航时无人机。那么这个飞机呢是破了世界纪录的啊，创造了30小时6分42秒。那么这架飞机今年的目标，他们是飞多久呢？他们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要飞100小时啊，是今年的目标，咱们可以拭目以待。那么都是我们大一大二的学生啊，他们通过这个课程的这种锻炼，他们得到非常好的历练。这是一个啊，这里面有一段小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个飞机呢也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小，是吧，还挺大的一架飞机，那是很好的历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航空学院啊大三的时候，同学们会上了一门课叫总体设计。那么右边的这一句话，同学们自己总结的，一群人一学期一架飞机，一生朋友一直前进。那么右左边的东西就是属于这个各位学长他们完成的设计。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到达了北航，也欢迎你们能够来上这一门课，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学长们的一些表现。
那么在这个总体设计课程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就历练了大家的一种学习力、团队还有领导力。那么当然专业力是必须要的。那么这样的话，同学们在自己毕业之后呢，就有更多的综合性的素质和能力。那么这也为同学们在毕业之后的进一步的就业。我想翻一下，好的，哎，等会儿啊。那么也为同学们在毕业之后呢，那么进一步的就业，那么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大家很关心的，说毕业之后能够做什么？那么这里面呢，我是用这个航空学院的啊这个数据来说一说，在航空学院里边，本科毕业就业以后的升学率达70%啊，这个升学率呢就是指进一步上研究生。那么进一步毕业之后的人会在哪里呢？当然了，航空啊，这是一个主战场啊，航空里面包含有这个军队的航空以及民营航空啊，民营航空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这些人毕业之后呢，也会去航天，包含我们前几天大家知道啊，前段时间咱们的嫦娥五号，对吧？长征五号带着我们的嫦娥五号上了月球啊，把这个月球土给取回来了。那么长征五号的总设计师呢，也是啊，是跟我一个系，跟我一个系啊，李东先生。那么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的民营航天，当然全球最著名的民营航天是 SpaceX 啊，中国我们现在有接近20多家民营航天企业，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有不少的毕业生啊，去到了民营航天企业进行工作。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这种团队领导力啊，包含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力的培养，让我们现在创业啊也是比较多的。像这个大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这个高云峰先生也是咱们这儿毕业，然后进行创业，有很多。那么这个宁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呢，它就是咱们的民营航天企业的第一家啊，它的总裁也是我同学，2000年本科。那么他的董事长苏畅呢，是2004年的本科，1985年，也非常年轻。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跨界达人啊，包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从政的一些领导啊，都是咱们北航的校友啊。所以北航呢，就我刚才的三点啊，学习力、专业力以及领导力，那么进行综合性的人才培养。这是基本的啊，这个培养的一种体系。那么最后一个跟大家讲一讲哈，未来我们的飞机会怎么去发展。未来飞机发展里边跟大家讲啊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说，我们现在讲的航空器跟我们大家现在听到的啊耳熟能详的人工智能啊、虚拟现实啊有没有关系啊？就刚才我也说了，航空器是一个所有高精尖技术综合集成的尖端装备，那么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都会率先在航空航天设计中进行应用。那么这主要来自于航空航天它包含了非常多的专业，比如说这里面大家看到的各类流体分析、有限元分析、隐身特性评估、载荷分析、超稳等等。那么这些新的工业软件啊，或者叫信息技术驱动下的这种产品，那么都会率先在航空工业进行使用。跟大家举一个数字啊，因为我搞这方面的研究啊，这个波音公司在进行波音系列飞机研制的时候，他们用到多少款软件呢？这里没法互动啊，大家可以猜一猜。8000多种软件，那么其中有1000多种是属于大型的商业软件，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航空那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啊，在这么去用。第二呢，就是一些人工智能包含其他的技术，那么现在也都在航空航天中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和处理。那么尤其在咱们国在中国啊，那么国家在推进我们中国制造2025以及中国智能制造，在这个体系里边会大力的融合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等技术，那么进行深入的处理。比如说来进行团流预测啊，像燃油测量、结构寿命预测等等啊，这一方面啊，包含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虚拟现实、3D 打印。现在我们飞机有一部分的这个主体结构，那么都可以用 3D 进行打印。3D 打印它也是一种叫真材制造，比如大家看到这边这个人的头像啊，是一个从无到有慢慢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感觉，所以是增加材料的制造啊，叫真材制造。而以前我们是怎么造的呢？啊，我们是机械加工啊，叫机加。那么机加的时候，我们会拿一块原始的材料，然后进行切削，对吧？会把一些材料剪掉，然后形成我们要的样件啊，那个叫剪裁制造。那么真材制造就对我们现在的制造技术带来很大的变革，也可以让我们的飞机那么做得更加的轻便，更加的好。当然，像智能变形技术什么都是啊，在航空里面大量的应用。那么最后第二点，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现在以后的飞机会怎么去发展。大家有七个字啊，可以来总结：高、快、远、微、智、群、绿。那么高是什么高呢？现在我们的飞机大部分的飞行高度大概在20公里及以下，但是大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高度。而我们的航天器呢，通常在100公里之外，那么20公里到100公里这个空间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那么这个空间呢叫临近空间，所以我们现在的飞行器要往这个空间去跑啊，会飞到大约20-30公里啊及以上的这个空间来进行监测。这第一个高。第二个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呢？直接把我们的航空器放到轨道上飞行啊，形成天地往返的类似飞行器，比如说像美国研制的 X-37B 啊，就这样的飞行器，那么就是一个高。第二个就是要快。刚刚说我们现在的飞机，大家举的例子啊，我们的歼十是2.6个马赫的飞行速度，就是2.6倍音速。那么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新的飞行器要有多快呢？啊，可以达到10个飞行马赫速，就是10倍音速。那么10倍音速速度一高起来之后，大家看这个图是很红的，对吧？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非常大的气动热，而现在的发动机也都不能满足这样一种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制啊，都会采用一些冲压发动机或者组合发动机。嗯，还有一个就是远，那么远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我们坐一架飞机，比如说跨洋飞行1200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以后的飞机可以远到一直不停的飞，就是我们太阳能这样的飞机，可以绕地球飞几圈啊，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微啊，微就是小的意思，对吧？那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是希望飞机越小越好，小到什么程度？厘米级飞行器啊，就是1厘米，10个毫米的飞行器。那么这样的飞行器，它就能够做非常多啊，这个监测还有我们侦察的一些任务。那么绿，就是我们现在要保护地球环境啊，这大家好理解了。那么智是什么呢？以后的飞行器的发展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是无人化，包含我们刚刚看这几个高、快、远、微，大部分都是无人的啊，无人化这是一个趋势。第二就是智能化，一定要智能化，它要智能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智能的决策，智能的采集，智能的与环境进行融合，这是以后飞机发展的重要趋势。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现在的新的信息技术和飞机本体进行有效的结合。最后一个就是群啊，所谓群，除了在我们智能化的基础之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后我们在进行作战的时候，飞机并不是一架出去，而是一群出去，上千架无人机像蜜蜂一样，那么进行一个目标的跟踪，而且是具有智能化的。那么这个是
非常可怕的一个作战模式，但也是后面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些飞行器的发展，大家看到啊，常规我们飞机设计的力学专业是完全不够了，必须要把现代的包含信息专业、计算机的专业、控制类专业必须紧密集成和结合，这样才能满足未来世界的发展。好，那我今天的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当然是这么一些内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圆一个飞行梦想。好，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教授。听了罗教授的分享，感觉飞行这个东西真的很复杂很高端，而且安全性要求非常非常高，所以一架飞机的完成真的很不容易，团队很重要。刚刚看见了罗教授其中一个视频里啊，他的学生给他的留言，看了真的很感动。关于罗教授的分享，如果同学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 chat room 给我们留言。那现在我们有请北航的招生办的主讲老师孟子玉老师给我们讲讲如何申请北航，北航的奖学金制度，还有学校的一些情况。有请孟老师。好，谢谢。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罗老师所在的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飞行器设计工程学专业呢，也是我们来华留学生选择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那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了罗老师，也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那么接下来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航的概况。那北航呢，是由最早是由八所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的，那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的高等学府，也是国家第一批重点高校，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我们学校北航呢，以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远景目标。那用一组数字来描述北航呢，目前就是我们在校的留学生一共是有2300余名学生，目前是有35个学院，然后呢在校的教职工是4200多名，然后目前呢我们在北京是有2个校区的。那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学校北航呢是985工程高校，也是211工程高校。那在2017年呢，北航还入选了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名单。那在专业方面呢，我们学校总共包含10个学科门类，包括工科、理科、管理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10大门类。那有8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4个 A 类学科，其中呢包含4个 A+学科。那今年我们2021年面向咱们留学本科生招生呢，一共有73个专业。那在硕博方面呢，我们学校呢又有39个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点和24个博士学位的授权一级学科点。那优势学科很显然呢，我们学校的航空航天工程学科是蝉联世界第一名的。那除航空航天之外呢，包括动力仪器，然后信息制造、管理和材料。刚刚罗教授也说了，我们一个整个飞机的建造呢，除了我们飞机系，还有包括动力啊、仪器啊、材料，都是要应用到我们航空航天的建设中的。那刚刚说到我们学校呢，一共有14个 A 类学科。那这个 A 类学科呢，是指我们学科是在全国排名的前2%到5%。那我们的 A+学科呢，包括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然后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
那我们还有三个A 类学科和一些 A 减学科，但都是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学科。那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些优势学科。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的坐标是在中国的北京。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有很多优秀的历史性的文化一些遗迹，那比如长城呢、天安门、故宫，然后也是我们的经济中心的 CBD 也是在我们的北京。同学们来了以后，来了中国之后呢，也可以就是参观一下，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那我们学校呢，目前在北京呢是有两个校区，国际学院所在的校区，也是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个校区是学院路校区，在靠南一点点，然后北边呢是我们更大更美丽的沙河校区。接下来通过一组图片，然后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北航的美景。那这个是我们学院路校区，也是我们最早校区的主楼，是主教学楼。然后这张图片呢，是我们新校区沙河校区的主楼，然后非常的壮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公园。那今天马来西亚同学可能没有看过雪，那么今天我路过绿园的时候啊，发现绿园的冰水已经结冰了这个河，然后呢有很多小朋友们在上面滑冰，然后你们来了之后也可以体验一下。然后呢，这所航空航天博物馆呢是在我们学校里的，也是我们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有博物馆的高校。那同学们在学院路校区呢，就可以凭着你的校园卡来参观我们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珍稀的一些机型，然后包括北京一号，刚刚也出现在了罗教授的 PPT 里。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以来最早的一个的对。然后相信我们同学们也对运动设施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在学院路校区呢，有包含了田径场、攀岩墙、游泳馆、网球馆和体育馆，然后同学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体育运动。然后我们同学们就是主要生活的校区还是在学院路校区，那么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路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包含了我们有食堂，然后超市、校医院，然后咖啡厅、银行、邮局，就是在整个校园里，你可以不用走出校园就可以完成你生活一些必备的所有的事宜都可以解决。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华留学本科生的培养。那我们北航呢是从1996年起开始接收我们留学的本科生，那累计的入学本科生目前一共有1400余人，累计毕业的留学本科生近800余人，那目前我们在校的留学本科生呢是500余人。所有在校的这500余人同学们呢，又来自6个大洲，包含了125个国家。然后我们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呢，就包含3大类，一共是基础课程、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那我们中国本科生的学制呢，基本学制是4年，最长呢不能超过6年。那在来华留学本科生的培养方案上呢，我们是与中国学生原则上是相同的。那专业学院呢，还也有可能会结合专业的特点和要求，来给我们来华本科生设置一个最低的毕业要求。那在完成了你的课程之后呢，然后我们毕业论文要通过答辩，然后呢便可以取得毕业证书。然后符合学士学位规定的条件者呢，我们还会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培养的特色。那我们同学们来了我们北航之后呢，第一年和第二学年，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我们的教学管理是由国际学院负责的。那我们会根据留学本科生入学的水平来加强我们留学本科生的语言的学习，然后包括数学、物理和人数较多的这些课程是由国际学院来统一组织大家的教学工作的。那我们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主要就是来培养我们留学生来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那我们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呢，我们的教学管理就将会由专业学院负责，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课程呢会与中国学生在一起合班上课。那如果同学们选择的是英文授课的本科生，那我们会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或者给你们组织单独的教学，也有可能会和中国的学生共同一起上课。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指导老师来负责留学本科生的学业指导。然后在学业初的时候，学业指导老师会帮你们制定一些学习计划来确保你们完成学业。同时我们国际学院还会为每个本科班的学生们配备辅导员，然后为同学们提供一些生活及课外的活动指导。那我想很多同学可能在高中就是升大学的时候对专业可能会在迷茫的时候选择，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可能就对这个专业不是那么感兴趣了。那我们同学之后在入学的第一年可以根据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可以变更一次专业，那你原来修过的课程的学分呢还会转入你新进的那个学院。但是同学们要记住，你们只有一次变更学专业的机会。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丰富的课程内容。那我们的专业培养方案呢，主要包含，刚刚已经和大家说过，原则上是我们和我们中国学生的原则上是相同的。然后专业学院会结合专业的特点啊，给我们留学生设置一个最低的毕业要求。那我们同学们在校的过程中呢，也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每学期可以最多修另一种授课项目的三门的课程，然后你所获得的课程学分呢也会计入总学分。那同学们在校的时候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校际交换项目。那北航呢先后已经有与国外的近200所著名的高等院校和一流的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那同学们在校学习的期间呢，可以根据我们国教处发布的一些信息，然后呢选择你们感兴趣的交换项目。那我们国际学院呢还开设了这个暑期学校。那北航国际学校每年开设了50门全英文的授课免费课程。那我们在校的本科生呢，在暑期学校的获得的学分呢还可以计入你们的总学分。接下来我还是用一组图片来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留学生精彩的一些学习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的奖学金的颁奖典礼啊，然后 talent show 啊，你可以展示一下你们的才华，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运动会。然后这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国际文化节，然后你们可以代表你们的国家，然后展示一下你们国家的特点和文化。然后这个是破冰行动，我们每年呢都会为新生准备，就是让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相互认识啊了解的破冰行动。然后包括热爱运动的同学可以参加足球队、篮球队参加比赛，然后还有国际象棋比赛。那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们在我们在校生也是目前是有67位的。那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校生，那这位很帅气的小哥哥呢就是卓伟哲同学。那在我介绍之后呢，他将会作为在校生代表为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校的一些生活的感受。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重点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年的本科生是如何申请呢？那首先我们招生对象原则上是要求要是18周岁到25周岁之间，要有身体健康，要有高中以毕业以上的学历。那其他的一些这些要求呢，关于护照啊这些，可以去我们的留学北航的官网，然后查看一些更加详细的这些信息。那在此我就不给大家多多说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年本科生的专业。那今年我们中本和英本的本科生专业一共有73门专业。那我们的专业列表，也是在我们留学北航的官网上，包括刚刚我们老师已经在聊天框里面发了我们今年，那同学们也可以看这些列表来看自己是对哪一些专业感兴趣。我们英本呢也设计了，我们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也是设计了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的英文专业。那有同学问，那我有一些成绩是否可以申请免试呢？那我们现在有4个成，马来西亚呢有成绩呢可以申请我们北航的免试。一个是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高中统一考试，然后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成绩加你的大学预科成绩，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高级教育文凭成绩，以及 A level 啊 SAT 啊 IB 啊这些成绩，同学们都可以拿来申请我们免笔试的成绩。那这些呢是对以上那些成绩要求，那同学们可以拍照啊截屏这一页然后记录下来，如果你符合这些成绩，你都可以在你的申请的时候提交给我们。那我们今年的本科生申请呢已经在2020年的11月15日开始了，那截止日期呢是到今年的5月30日，同学们在5月30日之前提交你们的申请和材料，然后老师们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申请，然后给你们安排后续的一些工作。那我们笔试及面试呢也会因为今年疫情的情况啊，在寒假之后公布，在网站上公布我们具体的形式。那同学们报名之后呢也要及时登录我们的网站查看最新的通知。这个网同学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红色的网站，然后在线填写你们报名信息。那值得要说的是，今年呢我们是不接收纸质材料的，同学们只要通过这个网站提交你们的材料的电子版，我们都可以看到你们的报名信息。那这个12点呢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材料列表，那同学们还是在我们的留学北航的官网，然后包括老师们刚刚发的招生简章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材料的要求。最后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际学生的奖学金。那我们的奖学金呢包含中国政府奖学金，然后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北京市北航外国留学生专项合作奖学金，然后北京市北航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那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呢又包含学生新生奖学金和在校生奖学金，以及我们北航设置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那中国政府奖学金呢，同学们可以通过你们当地的一些派遣机构，然后申请这个中国政府奖学金。那如果同学们需要预录取的话，也需要你们提前把材料通过邮箱发给我或者杨老师，然后我们看到你们的材料之后，经过审核会给你们发预录取，然后你们可以拿这个通知书去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那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呢，就是针对我们想要学习汉语的一些同学，这是一个短期培训项目的奖学金。那我们还有北航外国留学生专项合作奖学金，但这个专项合作奖学金是和一些机构啊合作的，然后同学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的新生奖学金。
那我们北京市北航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新生奖学金呢，是为我们在高中期间品学兼优，然后毕业成绩优秀，入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然后招生面试表现突出，并且具有文艺、体育、艺术等方面特长的国际新生设立的。那我们的奖励等级呢，分为第一年的全部或部分学费的减免。那经过面试呢，如果你的成绩和表现特别突出，在获得第一学期全部学费减免外呢，你还可以获得生活费的补贴。那同学们上了大二之后呢，然后每年可以依据前一学年的成绩和表现申请在校生奖学金。我们的学制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本科是4年，然后呢，我们的费用是中文本科生、理工、经法、经管、文法类的学费是每一年25000人民币，然后呢，生物医学和艺术类呢是30000人民币，然后英文本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专业都是30000元每年。然后我们的住宿是在我们的大运村。那大运村呢，曾经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们大学生运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运动员们居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公寓楼是给我们国际学生住的。然后我们住宿费是750每个人一个月。然后呢，同学们是2人一间，你会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共住一个宿舍，然后呢共用一个卫生间，然后同学们只需要在线申请，然后报到的时候办理入住就可以了。最后是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招生简章上也有，同学们可以通过邮箱和电话联系到我和我们其他的同事，然后咨询任何关于本科生的问题。然后如果你有任何信息以上都不明白，或者有什么专业目录啊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留学北航的官方网站然后获得。同时我们还开设了留学北航的公众号，然后我们会定期在公众号上推送一些关于招生的信息，然后同学们可以通过公众号观看一些推文。好，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由我们北航的在校生卓伟哲同学给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下他在校的一些生活。好，感谢孟老师的邀请，就是我非常荣幸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介绍。然后刚才罗教授和孟老师其实已经介绍了很多关于北航的一些点点滴滴，像我现在就来讲一下一些。对于一个马来西亚留学生而言，我们是讲看北航的，就是在我还没有入学的时候选择中国大学，我们一般或北大嘛，然后这两个学校是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但虽然北航的知名度没有他们那么高，但是其实在中国本土北航其实是相当顶尖的，因为它不只是985院校还是211院校。所以然后刚才罗教授也讲了，随着时代的迁移，北航因为不只是因为这两个认证的学校，所以在近几年受到中国教育的重视，所以相信在未来几年北航的那个进步是我们非常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刚才也知道了，就是北航的重点专业就是航空航天专业，其实还有多一个就是计算机与软件、正式控制还有光电等等，刚才罗教授也已经介绍了很多。然后因为这些都是要组织一个航空或者是航天领域非常必备的一些专业，所以北航当然在这一方面都非常的厉害了。然后刚才那个孟老师也讲过了，就是当在北航留学，我们到了大三或大四，我们就会从国际学院转去那个我们本专业学院。像我这样，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卓伟哲，刚才太紧张了，对。然后我是
我的专业是宇航学院的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跟航空学院不一样，我们的研究专业是航天，也就是那个大气层以外，也就是轨道，有跟轨道有关的。然后我想以未来想研究的是卫星啊，然后关于这一方面未来的出路方面，其实就是在中国本土或者在世界各地，其实也是有很多适应化的一些航天的一些机构供我们未来去争取在这一，然后再回来回到我们在北航的学习。其实到现在我是念大三，然后刚刚开始就是跟中国同学们一起上课，然后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压力，因为毕竟这个北航是中国顶尖学府，所以每一个进来北航的学生都是非常的优秀，都是很顶尖的，不会输给清华北大，说真的，尤其在工程方面。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观就是功课，不止功课压力，还有同学们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的大的。然后再来就是对一个国际学生在北航学习，我们什么都要争取，然后才只有积极的同学才可以在他们这四年本科或者是硕士也或者是博士的学习生涯收获最多。然后北航每一年都会举办丰乳杯啊、挑战杯，还有很多科技竞赛，有一些竞赛我们可以通就是在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这样参加，有一些还可能要通过一些社团，一些科技社团才可以叫他们来帮助我们参加这样。然后说到这个丰乳杯，如果国际学生，对国际学生来说，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带队的老师，比如说对我来说就是我这一个学期上的自动控制的老师啊，就是有带队的，然后我就可以通过他然后帮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啊，但是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上课就是上网课，所以暂时就没办法了。然后对于宿舍方面来讲，对我来说宿舍环境还有就是环境是理想的，然后但是重点就是那个价钱，其实北航的宿舍价钱是全北京我问过的是最便宜的啦，所以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些设施我是觉得相当满意的啦。然后刚刚那个孟老师也说，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同学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雪嘛，我这里刚好有一张照片，就是看一下，这就是那个下雪的绿原，这是绿原湖，然后这是我去年就是冬天的时候，那时还在北京，就有去照了一张照片。好，其实是相当的美啊，这是北航其中一个美景哦。哦，再回来，OK， 再回来就是说到最后就第二项，就是说到奖学金。其实奖学金方面，对一个马来西亚同学来说，其实我们在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首先汉语没问题，然后我们的数理方面其实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很多在北航就读的其他国家的外国同学，其实我们是非常竞争力，然后我们也就是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就是如果来到北航有奖学金就要申请，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来北航的话也一定要申请奖学金，因为再加上我们大部分同学已经都可以获得学费的全免奖学金。好，最后我要说一下课外活动。课外活动方面我们有分跟中国同学一起的课外活动，还有一些就是国际学院自己主办的一些课外活动团体，然后跟中国同学一起参加的课外活动，其实在北航不要看北航很小，可是北航的课外活动其实是非常多姿多非常多样化的。然后像我来讲，我参加的那个北航的摄影学会，还有那个自行车学会，每一个假期还是任何假期他们都会主办一些远征活动，然后我觉得都参加都非常好玩啊。然后对于国际学院的课外活动，有分国际学生留学生会，还有国际学生的科技学会，还有甚至是那个国际学生新闻中心等等，都可以供我们全部人去参加。大致上都是体验都非常丰富，不止在学习方面，还有在生活方面，其实
对于马来西亚学生来说是蛮受学校照顾的，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这样。然后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